我觉得我们的关心还是不太够，我们要全力的关心，也请卫生局来帮忙一下。住交通病房是非常的严重，要住到交通病房。你如果是做心脏手术，要不要住交通病房呢？我们一定要去关心，这个一定要了解清楚，真正的病况是什么，我们必须要掌握。如果没有办法掌握，我就没有办法给他很优厚的补偿了。我们该负的责任就要负，我们责无旁贷。所以我希望主管公司，你一定要想尽办法了解，多关心。我们也可以一起陪同去看，你要跟他赔偿，我们也一定要合理从优来补偿。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原则。